这事情呢，要追溯到50年前，也就是1937年6、7月份的时候。四川人啊，跟云南人其实一样，也有吃菌类的习惯，只是没有云南人吃的那么狠，但凡有点毒性的都不会去沾。在那个年月，一旦菌类中毒，基本上就可以准备后事了。在这个月份啊，正是松树林里边长菌类的时候，洛阳村的人在这个时候也会去林子里边呢采一些松茸养肚菌，除了自家吃以外，也可以晒干了去找镇上收山货的人换米钱。这问题呢也就出在这一次了，就因为这一次几个年轻人结伴去山里边采蘑菇，惹得整个村子里的人几乎死绝了。这山外围的菌子已经被采得差不多了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决定往深山里边走，其中就有这个老婆婆。决定好了之后，背着背篓拿上猎枪，就往洛阳村的深处走。如果有过采菌经历的人应该知道，只有下雨之后松树林里边才会生菌。几个青年出发的前天呢，下了一场大雨，雨过天晴，那个林子里边必然尽是松茸菌类。一路往里边走，临近了中午，几个人已经是收获满满了。但也就在准备回家的时候，一个青年突然看到前边有个山坡塌了，并且还露出了一个黑黑的大洞。啊，你们看，那边塌了个洞来，走过去看看。本就年轻气盛，再加上手上有枪，几个人自然也不怕有什么野兽，如果有，那今天就更赚了。但是等到几个人凑过去一看，这才发现这可不是什么野兽山洞，而是一个甬道，甬道的两边都被石板缝合的严丝合缝。这几个年轻人一合计啊，就顺着甬道啊钻了进去。这个墓呢不是什么王公大墓，顺着甬道一进去就是耳室以及主墓室。不过有些怪异的是，这个墓室之中的棺椁啊，却跟寻常棺椁不一样，是一座通体嫣红的红棺材，就跟那血染过的一样。这几个人啊，当时心里也是有些发怵，不过想到了这棺椁之中啊，很有可能有什么黄金白银等陪葬品，心里的那点恐惧也就变得可有可无了。等到几个人将这棺椁推开之后，映入眼帘的一幕更是将众人给吓了一跳。妈呀，这死人还是活的？在老婆婆的描述中，这是一具清朝官员的尸体，面容枯瘦发青，官服成绿袍，如此看来显然是清朝某一个县令之类的官员葬于此处。这个不会是犯丧了吧？赶紧走吧，我听我爸说犯丧的人要吃人的。不少的人皆是心生退意，但是一堆人里边总有那胆大的，特别是因为棺材里边确实有好东西，一些死者生前喜欢的字画、瓷器等等。在几个人的怂恿下，几个人还是将棺材里边的好东西给拿了个干净。听到这儿，我的心里啊也是有了个底儿。这所谓的山仙应该是一时成了气候的僵尸，在清朝年间死的时候估计尸变了，然后家里人呢不愿意烧，于是将尸体给镇压住，只是不小心被洛阳村的村民给放出来了。我当时拿了一个玉佩，好东西啊，倒手一卖换了100个汉钱呢。只是啊，命里没有发财的命，才换了钱，但哪知道包里有个破洞，等走回家钱都掉光了。那后来呢？我们捞到宝贝，很快村里人都知道了，然后不少人都在跑到山里那个墓里边去，有的人见到那尸体身上的铜钉子就起了心思，全给拔了出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钉子应该是防止那尸体犯丧的。这些人一拔掉铜钉子，当天夜里那只僵尸就下山把全村的人全给杀了。那你是咋躲掉的？就在发生这事儿的前一天，我嫁人了，嫁到刘家沟。说来也奇怪，洛阳村里出了这么凶的东西，刘家沟一直以来却没事儿。不过呀，这个山仙每过几年就会派小鬼抬着红轿子去外边勾小女娃的魂，我这辈子见过好几回。就昨晚上我起来上厕所，都看到一群鬼抬着轿子打着锣鼓去山下接亲，邪性的很嘞。你们刘家沟也有不少漂亮的小姑娘，这几年这山仙就没有害过你们吗？没有，这其实就是我们村子奇怪的地方，周边有不少闹鬼的地方，无论在外边被啥子妖魔鬼怪给缠住了，回到村里要不了多久就好了。我听到了这儿，心中不由得有些疑惑，这落花洞神是个僵尸，并且还是一只很凶的僵尸。刘家沟距离洛阳村不过2-3里路，
这几十年竟是没有对刘家沟下过手。兔子不吃窝边草，怎么可能呢？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去害人呢？一路行来，这个村子也没有什么风水异象啊。临到吃完饭，我便带着校长同这家人告别，时间紧迫，魂魄不能离体太久，必须要在七天之内重新将圈儿的魂魄给还回去。过了这个时间，就算把魂魄给找回来，也只有等死了。但是趁着这仅剩的夜幕光辉，我们注视着刘家沟深处这黑黝黝的原始丛林，最终还是觉得有必要找个当地人带带路。人选自然就选到了刘家沟的猎户。最起初呢，别人也是不愿意这大半夜的带着我们去鬼村转悠，不过耐不住校长有钱呢，眼见100块钱不够，又从包里掏出了1000块钱。原本一个敬畏鬼神的汉子，瞬间就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。夜幕之下，我跟校长站在了岔路口的歪脖子树下等待着。不多时，便见一个壮汉朝着这边走了过来，腰间别着一把刀，手上拿着一杆枪。除此之外，身后还跟着一个人。少叔，你咋把你爹给带上了？这一路上终究会有点危险，带上他会不会……赵猎户的背后还跟着一个60多岁左右的老年汉子，这是他爹，只不过是个傻子。这个老汉名叫赵家汉，站在了赵猎户背后，一脸呆愣地看着我们笑着。说起来是赵猎户的爹，但是赵猎户啊，并不是他亲生儿子。这赵家汉虽然是呆傻，但是心地很善良。几十年前正是吃不上饭的时候，当时啊，赵猎户就是个弃婴。赵家汉去邻村帮忙，吃完酒下午才回来，便在这岔路口碰到这个弃婴了。当时这一路上那么多人经过，看到这弃婴啊都没有去管。但就是这个连自己活的都艰难的傻子，把这弃婴给捡回家了。这东家帮忙耕地挣口粮食，西家呢帮忙放牛挣一口水喝，也就不明不白的把这个弃婴给养大了，这才有了赵猎户的今天。嘿，我这个爹啊，就是我这辈子福星。之前有好几次在林子里打猎，差点出事，都是他及时救了我。我之前才出门啊，他老人家说啥也要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我就带上他了。一听这话，我眉头一拧，随后看向了这个傻老头。村里一直没有被要挟祸害，莫不是因为他呀？难不成他是什么隐世高人，一直在这装疯卖傻？不过就此细细的打量了半天，我还是摇了摇头。因为从此人的面相上来看，这赵家汉的确是个傻子，并且还是那种天生的傻命。如果真的是一名修士，我是无论如何都能够感受到的。就算我感受不到，李嫣姐姐也绝对能够感受到啊。嗨，这金庸小说看多了，看谁都像扫地僧。那好吗？我们赶紧走。说完，我们四个人便朝着洛阳村之中而走。8点钟左右出发，一直到临近10点钟的时候，赵猎户指了指前方的山坡。啊，小九啊，跨过那个山坡就到了，山坡下边就是洛阳村，我跟傻爹就不跟过去了，在这边等你，可以不？赵叔，你是不是之前哪天夜里在这里来过？哎呀，那段时间啊，正好是破四旧，当时呢，听到那些人那么讲，我也是觉得呀，说这些东西啊，就是那些人瞎编出来的呗，毕竟一直以来啊，只是听那些村里的老人讲的神乎其神的，也没见过。然后呢，就在那段时间啊，我就跑来这边打猎。那天晚上正好就在这一片，我跟着傻爹打完猎了，索性就在前面一个崖洞里边就准备睡上一晚上。那当时啊，傻爹就有点急促地拉着我走，但是我懒得赶夜路了，我就还是留着傻爹在崖洞里边睡了一觉。哎呀，但是啊，就在这当天半夜，我就突然被一阵阵喧闹声给吵醒了。我顺着这声源看过去，这才发现啊，那原本荒废了好几十年的洛阳村里边全都是人啊。就我这当时也就好奇啊，我就看着下边一大群人在那儿过酒席呢，好像是在结婚啊，我就跑下去看去了。哎呀，但是等我来到村口啊，这整个村子顿时又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村呀。哎呀，那个时候啊，我心头一凉啊。等我转过头啊，准备往回跑的时候啊，我突然就发现一大群满脸惨白的鬼全站在我的身后啊，正对着我嘿嘿怪笑呢。哎呦，那个场景啊真是太吓人了。哎，这个时候啊，还是傻爹突然冲出来背着我就跑回了村子里。哎呀，这一回去啊，我就生了半年的病啊。哎呀，那是村子里有很多鬼啊。小师傅，我们要不要白天再进去啊？只有晚上这些鬼魂才会带着你女儿魂魄出来，
迟早都要跟这些东西见面的，做好心理准备。那好啊，那你跟着赵爷，要不直接回去，不过明天你必须再来一趟啊，带我去山仙洞里边认认路啊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先回去了啊。说完，赵烈回去跟逃命似的，带着赵家汉就朝着归途跑去。小师傅，我们接下来咋样啊？还能咋样？静村啊，不过你这会儿也帮不到我什么，你要不就留在这里等我吧。哎，好，我就在这等你啊。说完，我捏着唐刀便朝着山坡之下而去。如蒙大赦的校长坐在了地上，才抽了一口烟，等到我的身影彻底的消失在他的眼前，他顿时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。除去了一阵阵猫头鹰的叫声之外，整个林子里边实在是太寂静了，吓人就吓在这寂静的同时，周边啊偶尔会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。哎呦，我还是过去帮帮忙吧。我头皮传来阵阵的酥麻感，随后想都不想就朝着我这边狂奔而来。不多时，我们便跨过了山坡，来到了洛阳村的地界。月幕之下，洛阳村的轮廓顿时就出现在我的眼前。这是一个约莫几十户的村子，村子里已经绝户几十年了，但是其中的门户人家并没有随着岁月而消失，破败的土墙木屋隐没于茂密的茅草之中。这是一个鬼村，当年整个村子上百人全被那山仙给杀得干干净净，横死之后毅然变成厉鬼，纵使临到了这会儿没有半只鬼物出来游荡，静谧得很，但是这洛阳村却仍旧给我一种感觉，那就是不祥。小师傅，你说我女儿她应该没事吧？不用担心，这所谓的山仙会先睡你女儿几年的，魂魄是慢慢被吸收干净，不过我们还是要在7天之内把事情搞定。啥？玩弄？身为父亲，听闻自己养育多年的宝贝女儿被一个老妖怪睡了，就算不死，但是眼下心里也不是个滋味。哎，都是我年轻的时候贪心呢，要不是何至于此。年老了就没必要怪年轻的自己，年轻的时候壮志难酬，又有谁能拒绝呢？事已至此，便将忧愁寄托于秋风吧。哎呀，这一次多谢小师傅了。去外边打点水，有点干。校长闻言也没想那么多，拎着见底的水壶朝着院外的古井而去。临到11点钟，天际的明月更是愈发的明亮。哎，这不对啊，刚才来的时候看了一眼，这古井里边有水啊，难道是看错了？他缓缓地走上了前，探头就往这水井下边看了一眼，但也就是这低头一看，原本狐疑的眸子顿时瞪大，后背顿时就渗出了一层细小的汗珠。打水呢？哎呦妈呀！下一刻，一阵无形大力直接把校长往了井口拖。小鬼尖声怪笑着，却就在校长即将后仰栽进这井底之时，我一个略步就从屋内冲了出来。这就是之前勾魂的那只小鬼，见我突然冲了出来，知道敌不过我，惨白的眸子露出了一丝狰狞，转身就准备跑。还他妈想跑？我从包里一连掏出了3道聚魂锁，随着气息催动朝着小鬼的方向就抛了过去。我早已是准备好了，这小鬼又怎么可能跑得掉呢？阵阵的吼声顿时响彻了整个荒村，这小鬼必然是在求救。哎呀，小师傅， 好多鬼都跑出来了。我顺着校长的目光瞧去，果然不少的屋子门口窗前都爬出了一道道黑色鬼影，其中披头散发，容貌狰狞，扫眼一瞧，少说有上百只厉鬼，这些全都是几十年前惨死的村民，渐渐的皆是朝我们这边汇聚而来。跑！临到这个时候，虎妖从我的发髻之中冲了出来，我见状抓着他的衣领就甩了上去。走！说罢，虎妖便步步生风地朝着村外狂奔而去，鬼物一直在后边追，但是毕竟只是一只小鬼，也引不起什么重视，追了一阵之后便又退了回去。临到了一处松树林里边，虎妖停了下来。这次不错，等会儿我给你奖励。那就谢谢老哥了。说完，虎妖便再次回到了我的身体里边。反过神来的校长有些惊讶，小师傅，刚才那是老虎。我之前在老家降服的妖怪后来跟我了。听到我竟然降服了一只虎妖，校长心生惊叹，果然是有大本事之人啊。之后我便提着刀来到了龇牙咧嘴的小鬼跟前。之前你勾引的女孩魂魄呢？说说吧。你个小疯子，还动到山仙的麻烦，你肯定会被山仙活生生吃掉的。
说不说？你一定会死。见了这小鬼嘴硬，月色下我的嘴角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意。不说是吧？那好。我一咬舌尖，一口舌尖血照着那小鬼的身上就吐了过去。下一刻，小鬼的表情骤然狰狞。滴滴舌尖血就好像是火星子一样开始在他的身上疯狂的燃烧。说了我就帮你把舌尖血去了。小鬼被舌尖血给烧得浑身青筋鼓胀，满眼血丝。不过他估计是觉得拿捏住我的软肋了，仍旧是对我狞笑道：想严刑逼问，有种你烧死我呀。那好，那就烧死你吧。一听这话，我也不再浪费时间，起身就离开。校长，走，我们继续去村里抓。这个嘴太硬了，总有一个嘴软的。小鬼看到我转身就走，真准备把自己给烧死，顿时就慌了。我转头看向了满脸错愕痛苦的小鬼，随后走上前，便将其身上的舌尖血给抹掉。说吧，我警告你，不要说谎啊！好好配合我，等事情完毕，我送你投胎。一听这话，小鬼面色顿时狂喜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那个女娃娃目前其实还没有跟山仙大人结亲，因为山仙大人是清朝光绪年间的县令，要明天才正式摆酒席，然后拜堂入洞房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实在是太好了，幸好没出事啊。把你们历来结亲办酒席的细节跟我说说，还有你们这位山仙的底细，越清楚越好。有送下去投胎的诱惑，小鬼顿时把有关于山仙以及荒村的事情全都给我说了一遍。我一边听着，心里也是一边谋划着明天晚上的营救行动。但光先生，事情基本上就这样了，您看看能不能送我去投胎了。月色下，我注视着这张狰狞的鬼脸。人间这么苦，你不觉得做人很累吗？还是一劳永逸吧。这话说完，在小鬼错愕的眼神之中，一头斑斓猛虎顿时从身体之中冲了出来，随即一口就将小鬼给吞进了肚子里边。待到将小鬼收拾掉之后，我看向了一脸惊骇的校长。走吧，回刘家沟睡一觉，我们明天再准备。说完，我便踏着月色朝归途而去。小师傅啊，那个小鬼他咋了？魂飞魄散了呀。魂飞魄散？我之前也学过有关道教的理念啊，这道教不是讲究因果论吗？小师傅，这样那会不会因果报应是吧？以前小时候我也觉得做这种事情会欠下因果，以后会得到报应。不过当我进入城市之中，我觉得佛道两家都推崇的因果论或许是个伪命题。啊，伪命题？校长终究是个知识分子，他自然知道因果论这一学说可是佛道两家的核心理念。寻常人说其实都无所谓，但是像我这种真正的道士说出这种话，无疑就是颠覆性的。世界上不存在因果这一说，所谓的因果论，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些屁话，完全都是古代封建体制编造出来，禁锢或者说安慰平民百姓的。因为古代老百姓无权无势，被强权欺辱了，土地被占了，儿子被杀了，妻子女儿被强奸了，他们甚至没有半点反抗能力，只能把一口怨气咽进肚子里。古代这群百姓在完全没有能力抗衡强权的情况下，他们唯一能出气的办法就只能满眼充血的咒骂一句善恶到头终有报。你就想一下，坏人有坏报的故事是不是只出现在古代民间故事里边？故事是什么东西啊？让人看了抒发情绪的东西。民众在故事里听到坏人罪有应得，自然会感到出了一口恶气，会感到很爽。为什么在古代，我说的是古代啊，这种故事会引起广大群众共鸣吗？因为现实中的强权仍旧欺压着他们无可奈何。这其实跟古代的因果论性质是一样的，仅此安慰而已。但是这在古代，我说的也是古代啊，现实生活中啊，不经常有一些贪污官员落马，坏人伏法呀？在古代，世界的规则就是高风险高回报。这个世界仍旧有一部分人为非作歹到老死，我们只是看到那一部分翻船的人罢了。在我看来，与其说是因果论，莫不如说是天道法则。只要不触碰这个世界的法则，基本上不会得到报应。比如你这种就属于公然作弊，自然就要承受反噬。至于佛道两家所说这辈子多做好事，下辈子投个好胎，这个言论纯粹就是引导民众向善的言辞。下辈子就算当皇帝当头猪，你这辈子是能感受到还是咋的，都是两个不同的灵魂了。等再次回到的村子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，我们直接来到赵烈虎家歇息了一夜。直到第二天一早，我便吩咐校长去收购一堆桃树回来。
临近中午时分，几乎全村的桃树全都被砍了，然后抬到了赵烈虎家门前。小师傅，弄这么多桃树干啥呀？今晚上我要在村外摆一个绝门养火阵，到时候我救出你女儿，那群鬼还有那个山仙必然会追我们，就凭这个阵给我拖延时间。校长也听不懂什么阵不阵的，只是知道这个能救他女儿的性命。哦，那接下来该咋办呢？全校成桃木钉，要64根，记住必须要用主干桃木。哎，好。赵烈虎从家里边拿出几个斧头，接下来我们便开始削桃木钉。加上赵家汉，我们四个总共忙活了两个多小时，64根桃木钉全部被削成。这个时候已经临近三点钟了，我不敢拖延，一旦过了下午六点钟，天地阳气渐散，到时候再不振的话，很可能就会被藏在暗地的阴魂发现。于是弄好之后，我们四个人一人背着一个背篓，就朝着洛阳村而去。待到洛阳村前，我便开始布置阵法，这是一个能激起阳火的大杀阵。我拿出了罗盘开始确定方位，然后将一枚枚桃木钉分别插进了洛阳村四处的各个位置。哎呀，还剩最后一根了，小师傅埋在哪儿啊？这根暂时不埋，等到夜里启动大阵的时候再埋，不过阵也要先埋了。说完，我便从包里掏出了一枚古钱币。这是秦朝的半两钱吗？哎呦，小师傅啊，这钱可是值不少钱呐！你随身携带着这种宝贝啊？哎呀，我的妈哟喂！校长终究是比较识货，一眼就看出我这枚钱币是大武帝钱中的半两钱。一见校长如此兴奋，一旁的猎户也是凑过来看了一眼。哎，我们家里也有不少这种钱啊！啊，这种钱很值钱吗？哼，你们家里那个呀，估计就是普通的铜钱，不值钱。这个可是秦朝的半两钱，把你们这个村子买下来，那都绰绰有余的。我的个仙人板板，怎么值钱呀？待到整个大阵彻底的布置完成，已经到了下午五点钟了。这算是我第一次布阵法。怎么突然这么燥热？虽然寻常人看不到，但是汹涌的磁场波动却仍旧能让两人感觉到浑身的燥热不已。摆阵呢，其实也没有那么玄乎，也就是在特定的地方用一些物品组成一个独特的正极磁场，然后用这些正极磁场去对付阴魂厉鬼这种负极磁场。见阵法可以催动，我便又拔出了桃木钉。好了，这边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赵叔，你带我去认认路吧，就那个山仙洞。走吧。就这样啊，一直走了半个多小时，临到了一处突坡的时候，赵烈虎便一把拉住了我，随后一脸的凝重。趴下，就在前面。闻言，我连忙就趴了下来，在赵烈虎的带领下爬到了突坡的背面，便探着头朝着突坡的对面看了过去。纵使眼下并没有什么东西从里边跑出来，但是我仍旧却能感受到一股清晰的威胁之感，心中有一股很直观的感觉，那就是不要进去，赶紧离开。这已经是第六感在给我示警了。知道了这个位置，我也不愿意在这停留，带着赵烈虎便匆匆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但再次回到了洛阳村外，已经是下午六点钟了。我见天色已晚，便看向了几人。校长，赵叔，今晚的事情你们也帮不上忙了，回到村里等我的消息吧。好，小师傅，那你小心点啊。放心。说着几个人便直接离开了，毕竟都是些普通人，留在这儿反而会拖累我。待到几个人彻底的消失在我的视野之中，我来到了一旁的茅草堆中，索性就躺下睡起了觉。不多时，李嫣姐姐从发髻中探出个脑袋。乖娃子，我刚刚可是感觉到那东西厉害得很，你到底准备咋办？之前那只小鬼不是说过吗，这山仙是清朝年代的人，就算变成了僵尸，不过他仍旧保留着做人时候的习惯。今天晚上群鬼会先在洛阳村里摆酒席，然后山仙跟君二的魂魄拜堂，这个时候就是救人的关键点。因为古代人结婚会先将新娘子送进洞房，新郎官会在喜宴上陪一会儿客人，这个时候我摸进洞房把君二的魂魄给带出来就行了。我估计到时候会被那群鬼魂给发现，不过这座大阵肯定能挡住他们的。应该行得通，等晚上吧。因为君儿魂魄的事情，这几天我都没休息好，我也心大，索性啊就在洛阳村外睡了一觉。而也就在我睡得正沉的时候，李嫣姐姐突然推了我一下。醒醒，有动静了。闻言，我连忙睁眼朝着洛阳村的位置看去。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我看了眼天上的明月，估计已经十点钟左右了。再看之前的荒村，临到眼下已经是人声鼎沸，里边灯火通明，敲锣打鼓，欢笑声连绵不绝，并且整个村子焕然一新，哪里还有白天的荒废模样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不少的妖鬼时不时的进入村子，
看样子这山仙接亲宴请的宾客不仅仅是村里这些怨鬼啊，方圆几十里的妖鬼还都被请过来了。没想到啊，我来参加山仙亲事就是来撞见个活人。我心头一沉，糟了，撞见灭阳火了。这阴森的话音落罢，随后便见到一只同人大小的老鼠精从草丛里边钻了出来，那眸子通红，显然是害过人的妖怪，不过修为不高，顶多是百来年的修为。只不过一旦我这会儿动手，必然会彻底的暴露，之前所有的计划也就功亏一篑了。这老鼠精嘿嘿的怪笑着朝着我靠近，我的眼神中也闪过了一丝杀意。就在我捏着刀柄准备抽刀硬拼的时候，李嫣姐姐的声音突然传了出来。一只鼠妖，我的猎物你也敢动？不等我来得及反应，变成人形的李嫣姐姐一脚就将我的脑袋狠狠地踩在了地上。本集播放完毕，请您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下集更加精彩。